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5集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两天咳嗽呢愈发严重，所以我现在讲话呢都要把情绪呢放得比较低沉啊。那么今天是4月1号，那明天开始的话呢，台湾这边的学生朋友们呢应该是有4天的连假啊。先祝各位呢假期愉快啊，出门还是要注意啊，保重身体啊。那我今天的话呢就利用一点时间呢来给大家做王国系列这一波最新的核心级别的两个玩具啊，一个是这个 Starscream， 另外一个则是 Megatron。 那么他们的合会的话啊，这一次的 Megatron 是骗的比较大啊，其实玩具的本身的话呢后面呢是有巨大的背包的，绝对没有像这个合会上面那么样的一个帅气啊，但是呢盒子后面的这个拍起来的话塑料感比较重，可是玩具的实体的话呢却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金属涂装啊，那这个也算是坐云霄飞车一样的一个心情了、啊、那么另外的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呢就非常有这个围城系列以来的这个画风了啊，人物的表情呢异常的狰狞，身上呢有大量战损的这个涂装，那后面的这个玩具的实体跟照片的话呢误差呢就没那么大。那么以这两款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优缺点都是比较明显的。那先比对一下啊，在上一波推出的这个 Atomos Prime 身高比例当然是可以搭得起来的。那以涂装来说 Megatron 是明显的好上非常的多啊，这个金属的感觉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啊。首先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两个一个背包啊，不对，应该是说一大片的背包啊，就整个的一个坦克的一个部位呢就直接完全的背在后面了。那它背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可以收纳这一把枪，枪的话呢拿在手上啊非常的好看啊，这把枪的造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而且刻画也是比较 OK 的，有一个瞄准的一个装置啊。那这个它的话呢在变形成坦克的时候呢可以加长它的一个炮塔，所以在这个隐蔽的程度啊，你拿也可以不拿，说到后面载具的话呢也有很好的隐藏啊，所以这把枪的话呢我个人给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头雕呢也非常的漂亮啊那么头盔的话呢跟面部的银色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在辨识度上是非常好的。肚子的话呢红色的线条还有这些小零件这些部分啊也很有巨冠的感觉啊，只是说呢这个肩甲还有背包的部分呢是比较大的。腿的话呢前面这个线条啊也是很致敬到这个枪的这个握柄的那个线条，后方的话呢由于变成坦克啊就变成了履带了，履带部分的话呢都有上的满满的银漆。但这一款的话呢第二个大问题则是它的一个球冠，用球冠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松得特别快啊。之前呢这一款 Atomos 的话呢它也是球冠，但是呢没有松得这么快。那甚至说这一款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呢也是球冠啊，但是呢都没有我手上这一款密卡登的话呢来的那么样的一个那么快就没有节操啊，我不知道是我的个案还是怎么样。可动的话呢腰可以动，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的话是做不到的，因为后面有这个很大的造型啊去干涉到啊。然后呢肘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那么呢它的一个这个炮的话呢可以360度的转动，那拳头也可以转啊，这个拳头可以转的话呢这个以这个核心级别这么小的玩具来说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啊，它的这个拳头可以转啊是变形的时候呢是有需要用得到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把它呢跟变形组合在一起让它多一个关节总是好的。那么这款 Starscream 的话呢整个关节的一个松紧度的话呢就好上非常的多了啊。它的一个毛病呢在后面啊这个地方整个飞机头那整个是挖空的，那么两侧呢后面两个很大的球形关节是暴露在这儿比较明显一点啊。正面的话呢感觉也是有，但是呢感觉就不像后面那么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那它的一个拳头就不能转了啊。那它的可动的话呢我们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腰部呢是不能够转动啊，这一点是比较可惜，其他你能想象到的话呢大概它都是可以动，而且它的零件数呢实际上把玩之后会蛮讶异的啊，还是感觉比较多。那我的话呢在把玩的过程呢这一块部件比较容易去掉啊，这个跟各位提一下，不知道是我的个案还是怎么样。那么呢在最近的话呢很多的这个 C 哥小队啊他们的这个奶射线啊
都会让他们拿在手上啊，那我们也就示范一下拿在手上的感觉吧啊。OK， 那后面这个翅膀的话你要完全打平或者是完全的背到后面，甚至是调一个45度角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腿啊，跟各位提一下，因为它的一个背后背包稍微重一点，所以这个腿的话呢，你在推的时候是这样子把它给推到底啊，推到底。这样一带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脚的话呢会往后面一点再下来。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个人物站立性的话呢会比较好一些啊。因为这一款的一个站立性是比较差的啊，如果你就是脚打得不够好的话比较容易往后倒。那么的话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所谓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好了。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那我们就先从这一款 Starscreen 呢来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首先的话这个武器给取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先将它有一点比较特别啊，就是这个提一下，它这个胸口要打开。那打开的时候呢你这样抠的话呢稍微是有点偏紧了啊，那你可以把这个头型往前面推一点点，这样子推开，你看它让这个地方啊结构有点破坏，把它给掰开。那这里掰开之后的话呢，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我从这掰其实错的，还是它的胸口两侧造型是不对称的啊。你看到没有，这边是连同这一块啊，所以你拨的时候是这样子拨开啊。然后的话呢可以把这个飞机头呢先往前面放一点点，整个的话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拉出来，把这个头呢先往下一些，整个先往下，脚呢也先往下。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怎么样呢，就是先把这个整个背后这个部分来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呢，都能把它往下折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去干涉到了，再把它往回面扣，往回扣回来。这个时候的话呢稍微的去运用一下这里的双动关节，将头部呢旋转180度之后塞到前方的这个空洞里头去。这个后面背包的180度大翻旋的话呢应该是这一款最大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亮点了啊。再来的话就直接把这些部件的话统统往后面推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两块啊，这两块这个凸啊是要扣进这里面这两个一个缝隙里头去的，就这样子将它给扣进去。两脚的话呢也自然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合并。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两侧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把它给往后面打平啊，其实应该先打平再结合啦，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它是有一个卡扣会去卡住的，再把这个最后面这个水平尾翼给放下来，这也是一样的啊，往外面挑一点之后再往后面抠，这里卡住把这个翅膀给放下来。最后就是把这两侧的话呢再次的包覆回去啊。那包覆回去的时候呢这一侧是没什么问题，简单的包下来就行了。另外一侧包下来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这里中间是有两个凹啊，它这里是有两个凸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的呢去把它给扣住啊，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底盘的一个平整度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啊，或者是说呢它根本就不需要扣啊。那这个的话呢我是能够扣得上了啊，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反转上来，这里有个凸转上来跟上面这个缝去做一个结合，从这把它给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反折上来把它给扣进去。好，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再把上方的这个缝隙啊稍微去调整小一点点。好，那么呢这里的话呢就是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压得不够下去的话呢，会造成这个地方凸出来，它的一个飞机呢摆在桌上呢就会有点去摇晃。那目前我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属于一个没有这样整个扣进去卡好了，这样子你看基本上不会晃啊，这是这一点跟各位提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它给扣紧了。那为什么我会说有时候扣不紧，就是说呢如果你扣得不够好的话呢，它的一个飞机的顶部呢这一带呢会裂开来啊，但是呢因为叔叔有练过，所以呢基本上呢它扣的还可以。然后这个头这个地方的话呢就稍微就调整一下啊，这个地方我好像前面这个地方没有变得很漂亮啊，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这一款 Starscreen 变形的话呢就算 OK 了啊。那么呢我必须要说啊，单纯你看这款SS 的话呢我感觉是这个变形怎么有点铁工厂的感觉，除了说塑胶的感觉是官方的感觉之外，这个是有那么一点这个铁工厂的一个 style 了啊，变形像铁工厂其实是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意思啊，人形或造型像铁工厂是
夸奖啊，但是变形像铁工厂就感觉呵呵不是那么好的意思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款 Megatron 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首先它这个手啊，你要注意啊，这个把这个手的话呢给翻到这一侧，把这个凸呢转到朝外侧，另外一侧的话呢炮呢先旋转上去啊，再利用这个拳头可以转这一带啊，你把它给旋转过来，把黑色部件呢旋转到人物的前面，都在前面啊，先把它转到这。你如果这个地方不旋转出来的话呢，后面的这个凸啊将不会出现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黑色部件，我们把它翻再转回来原位好了，转一次转回原位给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他的一个手啊，本来是这个样子，手本来是这样，后面这里有个洞，这边要有一个对应的洞，但是它没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拳头给反转，露出后面这个洞啊，这是有必要的。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肩膀啊这个地方两侧脱臼翻到后面去，翻过来之后，哎，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洞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扣进来，然后呢两手这个炮中间的这个凸跟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非常简单的结合，把它给压紧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由上往下也把它给推进去。再来的话呢，腰部呢旋转180度，再来这个坦克的前方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啊，把它往后面回推回来。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两腿的话做一个打开了啊，从这个地方捏住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往上面推上去。它这有一个黑色的凸啊，配里面有个黑色的洞，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里有个倒钩，把它给卡进去啊，倒钩，而且还是黑色的，算是比较厉害的啊。很久没有讲这个了，对不对啊？啊，本来就黑色倒钩很厉害，不然难道不厉害吗？好了，这里把它给扣上了。那么呢，最后的话呢，这个武器可以利用这个地方直接从这把它给扣上去。好，那么呢，由于它的这个腰身的话呢是一个360度可以转动，所以你可以稍微再把它调整的稳固一点点 OK 了。那底部的话呢是没有轮子的，所以呢它是没有滚动性可言。那么这个坦克的一个 Megatron 的变形就算 OK 了。那造型来说，先看一下前方好了啊。其实还是感觉还是挺不赖的，我觉得霸气度还是有的。炮管虽然短，但是炮管长短的话呢，跟火力的大小，我觉得也未必然是成一个关系。如果它的一个连射能力很，好吧，如果它的连射能力不错的话呢，其实炮管的长短的话呢，好像可以，也是可以做一点弥补的作用了啊。那它的一个坦克状态下可以360度的转动。啊，这个基本分数就有了，然后它可以再往上面转，可以往上或往下啊，所以呢，这个以坦克的一个分数来说，或者叫自走炮的分数来说，也不至于太差了啊。那么涂装的话呢，必须要说啊，人形也好，坦克状态下也好，它的一个金属感，以一个核心级别这么小型的玩具来说呢，也不至于太差。那么后半部的话呢，这里就显得有点潦草了，可以看到 Megatron 的一个两腿，那底盘就更不用说了啊。暗中观察的一个吃土的一个邪恶军团的霸主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呢分享这次王国系列最新的这两款核心级的玩具，各有其所长了啊。单以做工品质来说的话呢，SS 的松紧度比较好，但是以涂装还有这个美型度啊，不对，应该涂装吧，或是这个。这个很难说了，反正这两款玩具我觉得就也算是有一定的水准了啊。如果说价格低一点的时候呢入的话呢，是绝对不会后悔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